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沈阳最贵的盒饭啊，鱼跃印象28块钱一位。我们先搞一点点的主食啊，来一点这个米饭啊，来点米饭，来来来，加这个牛肉啊。我看见了，我一直在这里加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制止我。行了，基本确定了，在这块吃牛肉是没有人管的。对，几个菜都很好，我个人很喜欢啊。鸡蛋柿子我爱吃，少来一点点，今天吃鸡蛋柿子，少来一勺的这个溜肉段啊。这块竟然有梅菜扣肉啊，真是太棒了。红烧肉少夹一点点啊，说实话，这个28块钱已经把我震惊到了，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。然后是限量的这个5个排骨，但是说实话根本也是就是没人看着，属于有一点那个君子协议的意思，那就是希望大家做个君子吧。这个虾也是5个限量是吧，有口水鸡少拿一小块尝一尝味道。我们那个吃一点点这个素菜好吧，这个素菜里面有一点点的小黄瓜，想就先这样吧。这些底下的菜现在都在这儿了，大家应该是都看完了。免费的酸梅汤我们少来一点。哎呀，他们家呀最主要的呀就是环境特别的好，就是作为一个自助盒饭而言啊，这个环境好的有点不像话。特别有趣的是他这边还搞了几个树，这个角度拍出来跟个腰果一样。还一点点的排骨汤啊，这个比那酸梅汤好喝多了，是不是？菜呢已经打完了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些28块钱合不合适啊？不限时不限量，随便吃，还可以继续打。但是这个虾跟排骨是限量5个的啊。刚才的那个口水鸡，做的挺好吃。这个是净排，能看见吧？净排。哎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歌，一直在这儿啊来啊去的。真好吃。整了个碗可以用来放这个骨头。八虾吃，兄弟们。哎，一个虾被我搞折了，一共是5个虾肉啊。这排骨汤不错，把这个红烧肉啊都扒了过去，我们先吃红烧肉，免得这个串味儿了。真不错。红烧肉微甜，味道很好。哇，正经的牛肉啊，往往是夹的那个不是头发啊，那个是虾须子。上次有人说老刘你这怎么都头发呢，不是啊，真不是，我真觉着这牛肉不错。哇，这个花椒真的是给的太多了。他家这个做菜的味道就跟那个饭店单点的味道差不多一样的，就很不错啊。不说多好吃，反正是不难吃，水准以上吧。整一大勺这个米饭，看出来这个现在木兄弟们，鸡蛋柿子，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？报数。
哇，这个酸甜的，这个做的好吃。我媳妇说，她说她喜欢吃酸辣的，那应该是山东的吃法，放羊角椒。这个牛肉很难嚼，牛肉的质感很强。炖排骨这个汤比那个酸梅汤好喝一些，感觉。放过老板，早上刚睡醒，胃口不好，吃这一盘得了，毕竟只给了28块钱，对吧？手里的料太多，一不注意就会中招。这个溜肉段是正经溜肉段，猪肉的段，感觉做的也挺好吃的。他家我个人挺推荐，但是希望11点半开餐就来撸他一顿。12点以后要是过来的话，比如说将近12:10啥的，可能他家就不补菜了。快见吧，兄弟们，我要慢慢吃了。又吃上麻椒了。哎，今天这个麻椒啊，把我教育的很厉害。左一口右一口没少吃啊。这堆麻椒啊，我的天。兄弟们，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，我会去拍的。再见。